在说故事给你听，现在已经在听音乐。在你的世界当中，你极度的渴望爱，但你却缺乏爱。你渴望的爱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但你可知，你渴望的爱在你这一生当中是多余的。今天要让你理解什么是你可以真实拥有的爱。在你的心底的深处，不断的呐喊，你总欠缺那份爱。让我们将欠缺的那一部分放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看，它是空的，它是没有的。但你再看看，在你面前，你拥有的是更珍贵的，更珍贵的那份爱。伤害了你的灵魂，也伤害了你的肉身。放下它，你沐浴在珍贵的爱当中，将你放在爱的水池中，轻轻地躺在水池当中，相信我，你是安全的，相信我，你可以因着拥有爱，因着信任而漂浮在这爱的水池中。瞧，年轻时的你是多么的迷人，当时的你，若你能够就在那时丢下那份不属于你的爱，你的心会自在，你的心会是轻松的。将那份不属于你的爱丢在这爱的水之中，
当你丢下了那颗坚硬又沾满着污浊的那份挂碍，在你的水池当中，水变清澈的水瞬间成为黑色，吓到你了吗？不要害怕，当你愿意丢出来，你与它化解了，再瞧瞧现在的水池是亮晶晶的，亮晶晶，用你的毛细孔进入你的身体，在你的身体里面产生波动式的循环，这循环让你的身，让你的心能够找到一份平静。一条水柱从你的头顶直直进入那条水柱，它渐渐地渗透至你的血管，在你的身体里面产生疏通。你听懂了？你懂了？放下一切自在，抛开，你会更好。让你自己为自己创造奇迹吧，你可以。让我们相互的祝福，让你自己拥有那份奇迹吗？今天其实在他这一次年轻的时候，感情他想要拥有的那份感情是受到很大的挫折，但他在他的内心深处那个结解不开，所以不管多少人对他多好，那因为他执着，他放不下，所以一直影响着他。